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把他打走了。我故意的哦，那个心那个我是故意做武康的哦，不过他还是天降了，来不及了。刘木珠，刘木珠这边的话比较技术一点，就是你要做攻击又要刘木珠，这比较难哦。哎，对我像我这种技术的人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有问题下一关过不了啊。第二关就是靠你自己手转。转得越干净的话越好过。过来，哇靠，杯啊，还没甩到。哎，有没有拼图盾可以绿珠的啊？有没有拼图盾可以绿珠啦、啊？哦，漂亮，这个漂亮，舒服，你就这一关就这样磨过去就丢了，叠了个暗珠啊，一二三四，刚刚好哦，但是你还是要做强化哦。我想他做强化光珠，这样这队才有伤害。嗯，一波把他干掉吧。下关是什么东西啊？消暗无功底连击，好，没关系，直接打就好。斜转过去，那个刚那个斜转失败就直接往生了。解锁。我个人的建议是开二级，对，这样最快。因为这一招是最后一关才会再用到了，我自己评估了，最后一关才会再用到，所以现在直接开一开没差。预计过了，二十个没那么难，对，要消干净一点。对，像我这种技术就很累了。这边除一下技能哈，因为回复力这一堆很够啊，所以没差。我故意消一组星珠而已哦。干掉一只！我操，太威力太大！这关问题没有很大，但是我是建议留多一点攻击珠在下一关用，下一个回合用啊，讲错了。哇，他把我的光珠啊，兄弟！来，炸！一波把他带走哈，才800多万，应该还好。
那个木珠可以再做一个叠珠，不过我来不及，就算了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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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差点打不过哎，差一点点。尖一波一定死的，可是尾王应该可以。我想一下哦，尖一波。没关系，开这个就可以，因为我要开龙科，因为我要开龙科。龙科增伤就够了，我觉得。配技很重要啊，学起来。我不应该开白龙的，我开错地方了。哇，你还特别创个账号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过你这个账号只能存留大概，对，就跟你的速度差不多一样快的时间。我想应该是十秒左右，对，我想应该十秒左右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大家不要骂他，不要骂他，千万不要骂他。他可能是第一次来的观众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请记得哈，注意哦，看好了。我们现在按赞数是多少？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按赞数98秒。我们43700位的观众，我们这一台就是很特别，我们这些很优质的观众，请帮百姓。如果支持百姓的话，帮百姓按个赞，好不好？现在97有没有？我们一波赞给他刷过去。哦，这一台就是那种网络霸凌，霸凌个越重，那个赞就越多的那种。哇，是啊，哦好，等一下啊，你们要打架是吧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这个人，只有一个叫 AAAA 的，是他吗？是 AAAA 是他吗？野生小雪，我好像开错白龙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是 AAA 哦，我的妈！好 ，OK，AAA 弄好了。OK OK， 怎么办？哎，有人知道明狼二 G 啊，二 G 啊，二 G 只开了二 G 不 GG， 开了二 G 不 GG， 但是其实错了。大家当脑海里面正在想说明狼二 G 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真正的战术就是你想不到的东西才叫做战术啊，你想到了就不叫做战术啦，学起来。哇，百姓居然能够这样配技，太强了！啊，福利波波啊，学起来，学起来啊！灌过去啊，各位观众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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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哒哒哒！哎、欸，我还真的学起来了。OK 了啊、哦，没问题啊，那在做节目效果啦，一看就知道了，他们演戏。当当当当当，学起来！我在做节目效果啊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嘣！学起来，战术很重要啊！你在做节目效果啊，看不出来吗？看出来，我就不叫平民百姓了。干这个无鬼，你们怎么现实哦，真正哎！当当当当当当，嚯，走吧你！学起来，这个叫做战术很重要。我在做节目效果，哎呀，算过了呀、嗯。你要做什么？啊，你要做什么？啊，你要做什么？
大的，你要上台啊！哈，歇起来，歇起来，很多效果。对啦，我在洗三脏啦。对，嘣，战术很重要，学起来，学起来。啊，那个 CD 我算过的，算过的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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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学起来！哎，没有人刷，这样不行啊！反应要很快的，早就一波七刷到，不知道画面都看不到啦，各位退步啦，退步啦！不是我在讲啊，这观念还看不出来。一波七刷过去了，冰冰，砰砰砰砰砰，呜噜呜噜 ，KO， 学起来。不用洗啦，一波 seven 就刷过去啦，三八三，哦，你取高潮哎、欸。